先把这个按钮按下去，按下去之后就开始转动，转这个，然后转，先逆时钟转，够大之后，选用这个把它插到底，再按着不要放，然后再顺时钟把它锁紧。锁紧之后，再把这个放开。好，哎，没有锁紧。再锁紧一点。放开。好，整个锁紧了。然后接下来插电就可以用。哎，插电。